护甲等级不是最高，但是有一个力量点定加一加值。我看见了，起码比那个谁那个强，也比那个好看，而且。Don't be grumpy, Roland。就是这个甲不是最高的啊，但是这个我感觉是最好的。兄弟传过来，啥也没有。兄弟传过来了，直接启动剧情。爷们儿，爷们儿，爷们儿，帮我修修地狱引擎、恶魔引擎。什么叫你传过去了？我传出来直接在带魔脸啊！哦哦哦，对对对对，我偷了东西来着。哎，地狱铁在我身上，你也能触发吗？我不知道。我这不拿卡拉克跟他聊聊吗？Glad you got out. I got lucky. It looks like you did too. And you brought some infernal machinery with you. Infernal. A little gift from Zara. How until Roland shows off his thunder wave? Keeps me burning. Depends. Very hot, Simon. Might be burning out a piston. True. Leaking oil. 这个戴魔的表情怎么怪怪的呀？哎，被偷光了，那是这样的呀。You really are burning up. Whoever put that engine together tried to house metallurgized Demono valves inside a Ragnax alloy casement. Very risky. 把冶金阀门装上去，是不是有点过分了？I need infernal iron, and a prayer that my hammer will survive the work.That thing isn't meant to operate outside of Vernus. I'm not sure how much longer it'll keep running the way it's going. Will you be able to turn down the temperature a little? Worried I'm gonna go in for a handshake and singe someone's arm off one of these days. I'd worry about surviving the night first. But help one, help both. If we can cool you off, it'll stabilize your engine and allow you to touch whomever you please.我感觉这个卡拉克他但凡出现在那个他但凡出现在鬼泣的世界里，他就会变成但丁的武器。好的呀，直接狠狠的给练了是吧？对吧，你他妈的引擎这不很像但丁那个摩托车吗？狠狠的拧是吧？我是对呀、啊、尼禄的那个剑、哎、尼禄的那个忘了叫什么了。就我个人而言，我想知道一下它的价值。A regular smith, a fair bit to a canny buyer. Not that that matters. We want to use it, not sell it. 我只是问问你急什么呀？你气。Please let this work. 他明明在我身上，怎么从你屁股沟里偷出来了？别管，四次元菊花全部链接。Can't imagine this where my heart should be.Must be quite the experience. 哇 ！Give me just a moment. 我右下角疯狂蹦，这个哥们儿在玩博德三。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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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不是，这东西不用加热，自己就能。可能那是个铁炉吧。You'll have to install. 怎么底下蹦了个零伤害啊？哦，那个人在打假人。哇，撕开胸口安进去。可能是吧。啊，太无敌了呀！敲地狱铁，敲出了零点伤害。你从哪儿弄来的东西？捡的，哦，大街上捡的，啊，我拉出来了，哎，也不是不行，你看你这个人长得，对你这个人长得这么 evil， 拉出来也不是不正，也不是没有可能。我 evil 吗？我又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我又没有乱杀人。哎，但是你除了杀人什么事都干，你他妈的！那我没有把刚进队的英雄诗人给宰了呀！哎，所以这东西给他没不给他什么加成吗？他都冷却了，估计就更没什么加成了吧。
More powerful. 所以呢，给什么？怎么有人这么急呀、啊？我不好说，兄弟。Bring it on。所以呢，他有什么加成吗 ？No。卡拉克。No。俩等级也没有提升。干嘛冷却了帮硬是吧？这啥呀？什么都没有啊，提升。血也没有变多，39滴血也没有变多呀。哎，可能就是单纯跟那个谁一样，一个外观或者什么的变化，就跟那个哦，心如钢铁，心脏比地狱引擎燃烧的更加平稳了。针对被魅惑的目标，豁免减龄中占据优势啊。哦，在这儿来了个这个，心如我心如铁，坚不可摧。哎，还以为给个什么啊东西，给也估计就给点，也就给点什么属性加成之类的吧。哦，不对不对不对，能去救这个人了。我有那个什么那个解除麻痹的那个卷轴，那得从后边走啊，那你不能。哎，你先等一会儿，我卷轴呢。我不打我是不是在我身上，我先进去我先进去。我也先进去吧。卷轴应该有，但是呢我忘了它在哪儿。哦，我得我这个过了这么一段剧情，我刚想起来，我得开始吐槽刚才那个事儿了。我这帮逼人骂人的时候，动不动你个下九域的东西，问题是九域在这个世界里不是他妈实际存在的一个地方吗？我的。但是还是很那个什么呀，就是大伙都不想去。只能说，怪不得魔鬼和恶魔对人的这个恶意这么大。我说你把别人家当垃圾桶，那恶意能不大吗？没有啊，魔鬼和恶魔对人的恶意远不及他们对彼此的恶意大。哦，是这样。Devil 和 Demon 啊。是吗？其实你这么想对不对，就是如果说假如说那个就神话里那个18层地狱都是真的，你想去吗？那确实也不想去。我还以为你想说同行是冤家呢。我没有找到那个卷轴，我记得我是有的，但是我没有找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让他至圣斩，我给他净化一下，让圣光保佑你。我印象里我是有的呀。麻痹，我看看在你身上吧，难道我给你了？I'm checking。防护能量卷轴。黑暗视觉、缓慢术、油腻术、朦胧术、人类定身术。哎呀，能不能把它石化了？石化之后，地系克电系，它就不麻痹了。哎，我印象里有一个什么祝福还是什么勾巴东西的。你身上是个链子，我这链子还挺帅的，你再说。我想想。你这身上啥都没有了，怎么？我全装包里了。我包里啥都有。怎么兄弟身上空？哦，不是，空的是卡拉克，那没事。哎，我卷轴呢？我明明记得我有一个那个，偷了一个特别就是可以解除麻痹的卷轴，我还记得这个事儿。我没法偷看你的背包。
不能看我包吗？不能。调查小袋子，一个简单的袋子由一块粗麻布构成。哇塞，太有趣了，真是哇塞中的哇塞。哎，我好烦啊，我印象里我是有的。你妈的，那算了，那哥们儿可能没有，那哥们儿可能记错了。哎呀，不应该啊，我印象里有啊。咋回事儿啊，我的哥，咋回事儿啊？看看你身上也没有。操，影心护甲等级19，你护甲等级20。影心穿的也是重甲。嗯，不是你主要你护甲等级低是因为你没拿盾，再加上敏捷点太低了。什么什么敏捷？哦，确实你敏捷点太低了。我看敏捷是多少，他不自己，他哎，我点升级的时候又没法点点吧？你除非主动点点，初始点。对，有的升级可以，但是、哦、这两次升级。哦，松鼠鱼加2来自敏捷，加哦。等会儿啊，我看看，我看是不是炼金术里边有一个什么灵药能，然后那个。或者药水儿，也不是啊。唉，那算了，就当兄弟放了个屁，我傻逼了。好屁！我傻逼了。救哈尔辛去。嗯。不用，咱直接去找卡哈吧，要不走找卡哈，狠狠的殴打卡哈，传出去了，直接吗？去哪儿了呀？直接传到我营地外边去了。防护善恶，哎，只能说没有镜子。这要是有镜子，这个事情就简单起来了。回去洗成牧师，回来给他奶好了，接着再洗回去拿镜子。哈、哦、哈，确实。卡哈，我破事了，我来弄死你了。我饿多了，我直接狠狠的把你推进河沟里。啊，哎呀！哎，我是不是突然想一想，我既然都成破事者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哎把枪收起来，我们再也不纵马横枪了，这就叫破事者了。那你不是我这个哦戏法，我没有戏法，我就喂了。我他妈的，我怎么跳下来还得掉血呀？我不然呢？这么高，我操！你想干嘛呀？哦，我知道了，你原来还在那里。哎呀，真烦！哎，我突然想起来个事儿，你知道？你还记得昨天那个实验室里吗？喂，还记得这个事情吗？哎，怎么了？嗯？怎么有人要进监狱了？哎，没有。Trust me。
刷死他又吗？真刷死他吗？我不信了，我他妈的！Your conviction is should you attempt such. 什么屌东西！我服了！哎呀，我！难道是我那个卷轴我给用了？不可能啊！啊！我的hell！发生什么事了，兄弟？怎么了？什么了，兄弟？你要不再回来一趟？我回来了。我看到了。啊，OK 啊，无所谓啊，走呗。门不是让你撬开了吗？我是傻逼，我是傻逼。嗯。重复说，表示强调。我啊，我他妈。反正把门撬开了还无所谓，走，大大赛、哎、我服了，什么东西啊？啊！什么东西啊？凭什么意思啊？哦，这里不让进。我操！我他妈得给他钱，我日，他要把我带进监狱。那要不我 F8 了？你 F8 吧，你上一次 F5 在那儿提过，你 F8 吧。就在今天最开始那个档。OK 啊，那 F8 吧。那或者我直接跟他前往监狱，前往监狱会失去什么吗？不会吧。好像是掉装备，就是所有装备都那个什么，然后再得越狱，然后越狱出来又不知道什么情况。哦，那算了吧，那你读吧，这到头了。哎，我真的服了我。这是进去干啥了呀？不，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牢房，你懂吗？你把牢房撬开了，应该是这是个禁闭室，估计。嗯。